国民党团指责呢，陈亭妃临时改书面，才导致民进党的立委迟到，你怎么看？立委不分蓝绿，应该共同维护宪法所赋予的执行权。这里面牵涉到两个国民党立委，一个罗明才，一个涂前吉，然后民进党有六个，所以这是不分蓝绿，大家如果共同维护立委执行权。韩国瑜是也讲说要找朝野党鞭来谈嘛，那昨天也电话通知，大概明天就会朝野协商嘛。那是不是应该要开会时间一到，大家就应该要坐在一场内？因为其实其他国家也都是外行人讲外行话。立委我来到现在30年，总事情也没有人。前言道行，那听着别人之行嘛。